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发菩提心。那我们了解发菩提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发心，做好事，做善事，能够发挥我们好的能力。那我们依照世亲菩萨，也就是印度第四世纪的一位大菩萨，那么他在佛教的这个注论里面呢，他也有很多的著作。那在其中呢，就是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学习发菩提心经论》，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能够有落实的方法来发展我们的菩提心。所以从第四品开始呢，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六度波罗蜜，从布施，然后持戒、忍辱、精进、修学、禅定，到开发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第五品的持戒品，也就是施罗波罗蜜品。那施罗是梵文的音译，它的意思呢，也就是持戒，就是能够依照佛所教导的，能够维护我们自己的身心清净的一个准则。那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就是让我们知道持戒的精神。一开始就是能够知道说，持戒本身呢，也就是不要做危害自己、危害别人，或者是别人的财物，那没有这些伤害的行为，就是制止这些恶行。那这样的基本呢，也就是持戒。那能够在积极的发心修善，那这个就是持戒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做法。那我们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呢，已经谈到我们持戒要从身口意三业来关照自己。那在告诉我们，持戒也能够让我们得到防止恶行，也能够让我们生善心，也能够由持戒让我们就减少烦恼贪嗔痴的这一些的烦恼，那也能够让我们成就清净心。由持戒更能够呢，让我们的心越趋于了解，要更加的能够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一些的不好的行为，
所以它能够增长我们的戒行。所以持戒呢，就是让我们基本上也就是可以断身口意的三恶，从我们三种不同的行为的方式啊，都来减少我们会制造伤害的这些行为，所以能够断一切不善之法，这样子呢，基本就是叫做戒。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再继续来介绍，就是世亲菩萨所注释的《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戒有五种。好，那基本上这样子的内容呢，也就是把佛陀自戒，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由不造恶业，然后呢再积极的知道从持戒能够还有其他的更深入的修法。所以在这里呢就整理了有五项。好，那这五项的第一个呢叫做波罗提木叉戒，那第二项就是定供戒，第三项就是无漏戒，第四项就是摄根戒，那第五项就是无作戒。那这五种的戒的类别啊，基本上就是从有形到无形的戒。所以从有形的戒呢，就是波罗提木叉戒。那波罗提木叉戒呢，基本上也是针对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的僧侣，然后呢就是变成所有的出家的僧侣呢应该要遵守的戒条。那波罗提木叉呢，它又称作学处，也就是有很多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一条一条的啊，我们不应该做啊哪一些违反我们的这种啊行为清净的这一些的啊条规啊，所以变成它是每一条都是我们要能够谨慎来学习的，所以就叫做学处啊。那在梵文呢的这个音译呢，就是波罗提木叉。啊，那它又有其他的意思，就叫做别解脱戒，也就是每一条每一条啊来遵守。那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就是避免造恶行而得解脱。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是针对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教导出家僧侣啊啊所定的这些的规定，而总称为波罗提木叉了。那佛陀在的时候呢，也就是僧团呢，就每一个月啊，就是半个月半个月呢，就要集众来啊，就是要读诵这样子的这个波罗提木叉，就是戒条，所以叫做布萨啊。那在这个布萨里面呢，就把这些戒条宣读了以后，那如果有违反戒律的啊，这些僧侣啊，那就可以在这个啊这个大众中啊来忏悔啊。那这个呢，也就是叫做布萨的一个啊一个用意。那如果就是有忏悔之后呢，啊，那这个僧侣之间呢，啊，那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就做一个觉采，啊，所以也叫做布萨结摩，啊，就是有这一些的这种啊动作啊种种的。那从佛陀入涅槃以后啊，啊，那在第一次的这个结集中，也就是由这个优婆离尊者啊，那就是持戒第一的啊优婆离尊者呢，他就负责呢，就啊就是背诵出佛陀所制定的所有的这些波罗提木叉
啊，那就结集成律藏啊，最主要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律藏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啊戒条啊这些的内容啊。那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呢，那第一项就是指出来啊，就是以佛教的出家众所遵守的这个啊戒条啊，就是波罗提木叉啊。那因为如果以在家众来说呢，啊，那当然在家众啊，基本上呢就是三规啊五戒，那这个是所有的佛教的七众，也就是除了出家众以外啊，啊还有在家的啊，那还有这个还没有受比丘比丘尼大戒的啊，沙弥沙弥尼啊，啊那的一个根本的戒，所以就是不杀不盗啊，那不淫，或者是在家的是不邪淫啊，那不妄语啊，那这个不饮酒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就是有戒条为主的啊，应该都是属于这一类了。那接着呢？就是其他的四种的戒的种类啊，那这一些呢它就不只是戒条啊，所以第二个的定供戒啊，也就是以禅定为主，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戒条以外啊，啊那还要再深入有禅定的功夫，也就是说我们持戒的根本要从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啊，那从根本上面呢啊，他的心本身没有做恶念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禅定的功夫增长，所以呢他本身因为在修禅定当中心念不会起这些的念头啊，所以他也不会起恶念，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叫做啊定供戒啊。那无漏戒呢，也就是从禅定的功夫呢，那它还能够去除贪嗔痴烦恼啊，就断除这一些烦恼而能够证道的，那就是无漏戒啊。那色根戒呢，也就是我们色受我们的六根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在对外境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那都能够自己观照啊，叫做色根，收摄我们的六根呐 啊。那这样的时候，他也不会去啊起心动念去行恶，所以这样的时候也是在持戒啊。那第五的无作戒呢，也就是我们从有形的啊观照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在受戒的时候能够遵守这个戒条，那从有形的它乃至能够从啊受戒啊发起身口意的这种清净的持戒的行以外呢，它的内心啊，也就是这个维系的部分啊，啊它也能够就是没有间断的都在持戒啊，那这样就是无作戒啊。那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的内容也有把这五种啊，就是这个戒呢就是做一个啊简单的介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依据里面的内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因为在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啊专有名词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佛教的名相啊，就是它的名称啊，就代表有它的里面的这个啊佛教的意涵啊，啊所以叫做名相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啊会觉得比较陌生一点呢 啊不过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啊。所以在第一项的这个波罗提木叉戒啊，它主要这边呢就说是白四结魔从师而受，名波罗提木叉戒。所以这个部分呢，既然波罗提木叉
我们刚刚说是针对出家众啊，他的受持戒条，所以呢，这边讲的白四结魔，从师而受，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发心然后出家，那出家要去受出家戒，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比丘戒跟比丘尼戒。那中国佛教呢，因为除了比丘、比丘尼戒称作大戒以外呢，我们还有菩萨戒，啊，那在比丘、比丘尼戒之前，还有沙弥、沙弥尼戒，所以呢，每一个受戒呢都要登坛，所以我们在中国佛教都会称三坛大戒，啊，那这里指的这个波罗提木叉的这个戒呢，主要是指受比丘、比丘尼戒。那他所承受的，就是我们要持的这一些戒条，啊，那要受这个戒的时候，基本上因为他是要出家，然后要去受戒，所以呢，他要去受戒的这个啊，就是新戒啊，他就要先禀报他的师父，就说啊，我现在要发心去受戒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啊，他的师父呢，就要把他发心要去受戒的这件事情啊，啊，就是向寺院里面的这一些的大僧，就是受过戒的这些大众啊，就是宣布啊，要表白有这件事情，所以要三称啊，要讲三次，就是啊某某人他发心要受戒啊，啊，那这样的用意呢，也就是要看看啊大众里面呢，对他这个人啊要去受戒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如果觉得说啊，他好像在家啊，他是行为不是很好，或是啊，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些习性啊，那还需要磨练呐，或怎么样，那他就可以啊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啊，那就表示有这样反对的声音啊，那所以呢，经过这个要受戒的人他自己表白一次，然后呢，他的师父呢帮他把这件事情跟大众宣布三次，啊，那有这样的行为呢，就是总共加起来就四次，啊，所以叫做四结魔。那这个结魔的意思呢，其实也就跟我们讲的这个业啊，它的同一个字啊，卡玛，所以呢，它就翻译从这个因啊是结魔啊，最主要的它是在戒律里面的翻译的一个音译。啊，那实际上他也就是说，我们有做这样的行为出来啊，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啊大众啊诵戒啊，那也有这些结魔，就是啊你做几次宣读几次啊，那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啊行为出来啊，所以白四结魔，也就是说有啊就是宣布有总共四次这样的行为，然后呢受戒的时候啊就是要依戒师来接受这样的戒的，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波罗提木叉戒，所以我们啊要去受戒啊，那要去得这样的一个戒条啊，那所得的这一些的戒条就是叫做波罗提木叉戒啊，那这个是在五种的戒里面啊第一项啊，那第二项呢，这个内容就是定供戒了。好，那内容是指的说，根本是禅、味道禅啊，是名定供戒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是指就是说啊，我们能够修禅定啊，那不管呢，我们是从这个欲界要进入色界啊，那这个时候呢，最大的差别就是有禅定的功夫，我们称作三界如火宅啊，主要指的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那欲界，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心呐，都完全没有去训练过。那我们的心性呢，都是充满的贪嗔痴烦恼，然后呢，我们也很容易的随着我们的这一些的贪欲啊，或者是嗔恨呐。啊，嫉妒啊，那种种的这一些的心性啊，那乃至加以我们的邪见、偏见啊、不正见，
这些种种的啊，没有看到真正的这个世间的真理现象啊，所以我们呢所了解的这一些啊，都叫做邪见不正见。那这些就是痴啊。那在欲界，也就是等于是说，我们都是啊，重任这一些的这种习性在操作。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解脱了啊。那到了色界，就是颜色的色啊，它主要指的是说，它还是有物质性的。那这种物质呢，是已经是心趋于安定，也就是说，它不跟这些贪嗔痴啊的这些烦恼杂念呐 啊来起这种回应，那把心呢安住在啊这个一个对境上面，所以把心能够啊一心能够定在一个境上面啊。那通常呢，我们可以说它可以观察地水火风啦、啊、这一些的维系的啊这种物质啊，或者是说啊，我们把心就直接啊安定在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一些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开始定下来。那当我们的心开始定下来的时候呢，啊，保持真正从离开我们的杂念呐、啊，啊，那能够啊，就是开始得到这个禅定的禅啊，叫做禅喜啊，或者是禅乐的时候呢，我们就由这个欲界呢就进入到色界。那这个时候最基本上的就是说啊，我们已经呢啊可以不受这些贪嗔痴的这种啊牵引，可是呢它还没有啊真正的断除贪嗔痴的这一些的这种作用，只是说啊我们把它啊平伏下来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在强调说啊佛教的禅定呢它的特色跟外道的禅定不一样呢，也就是啊在佛陀的时候呢，印度的外道啊他也可以修得很定啊啊，可是呢他没有断惑，也就是没有断贪嗔痴的这些的烦恼，所以他没有观察的智慧，只有定啊。所以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到第一个的定供戒，也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同时啊，那我们也要关照说我们还要修禅定啊。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说，我们从欲界能够进入到这个色界，那乃至呢从欲界进入到色界的中间，它有一个叫做味道定啊，味道地定的禅，也就是说四禅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这个色界的禅定的四个层次了啊。那还没有到初禅之前就是味道地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已经都开始在修炼啊，要趋于安定，所以呢这个时候最主要的是这样子的一种修炼禅定的心念呢、啊，啊，他就不会去起恶念，啊，他就因为他要禅定，就是抓住我们心要安定嘛，啊，那相反呢，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呢、啊，为什么会造恶啊？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心有在操作，啊，所以这个部分他就是有直接的，啊，就是修禅定，就是趋于安定了。所以呢心念基本上呢是不动的啦。好，所以这不动的这样的状态呢它不会造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由定它自然它也持了戒，所以叫做定供戒。啊，所以我们刚刚啊所谈的啊就是在解释定供戒的内容啊，它就有提到说根本是禅啊，是味道禅，那基本上呢，就是针对我们在啊修禅定的时候，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每一个禅，它
他就是修道了以后就是根本定啊。那有一个还没有到达根本定之前，他就是叫做未到，未到定啊，就等于是说他的过程啊，在过程修初禅，这个前面就叫做初禅的未到禅，然后修到初禅就是根本的初禅的定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啊，所以称作根本四禅跟四种未到禅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由修禅定而自然持戒。那我们再从五种的戒的类别啊，我们再来谈第三项，也就是发菩提心经论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无漏戒啊，就是第一个是从我们的戒条来持戒，叫波罗提木叉戒。那第二种是定供戒，那第三种是无漏戒。所以无漏戒跟定供戒呢，它的特色，也就是说我们从持戒还要再修禅定，然后从禅定呢还要再起观察的智慧啊，所以能够修无漏智，就是能够观察自己的这一些的漏啊。那因为我们称作漏呢，也就是说我们本身的本性是清净的，那因为呢我们有这一些贪嗔痴的这一些的烦恼啊，结果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有漏了啊，就变成我们因为贪嗔痴它是有染污啊，它是无明，所以呢就让我们清净的本性呢它的光明清净啊被染污了，那光明也不显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禅定还要再去除这一些的贪嗔痴烦恼，才能够真正达到无漏戒啊。所以在无漏戒跟前面的定供戒啊，它的差别应该就是说，它同样是可以修到啊四禅，那乃至到色戒啊的这个啊，这个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同时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他就也要能够去除这样子的烦恼啊，所以才叫做无漏戒啊。那从无漏戒，因为既然呢他是要断除贪嗔痴烦恼的，那所以呢看到我们自己有恶念的时候，那他就不会去跟这个恶念啊来相应，也不会随着我们的恶念啊去啊发出于我们的身业啊口业啊啊，所以呢它基本上就从我们的根本啊，就是去除贪嗔痴烦恼啊，所以它从根本上面去防非止恶。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无漏戒呢啊基本上因为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啊心性的清净，所以它也等于从无漏戒呢就得到戒体。所以我们谈的戒体呢，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啊去启发开发了我们的这个本性的清净心啊，所以这样子呢叫做无漏戒啊。那第三呢叫做色根戒，那从经论里面所说的啊，也就是要我们收摄诸根，修正念心，见闻觉知，色声香味触，不生放逸。所以呢叫做色收摄啊，色根戒，所以是收摄啊我们的根啊，所以是指着收摄我们的六根啊，那能够修正念，正念心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六根呢啊，通常就是因为它叫做根，是人生性，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
跟我们的一根，啊，这些呢，它是可以对外境，啊，就是它有对境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没有小心的观察，啊，那它就会，啊，就是延伸很多的分别、意念、妄想，啊，我们眼睛，啊，来说，那眼睛看到外境的时候，不管是人啊，或者是物品啊，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一些的事物啊，啊，事情啊，那我们呢，随着我们眼睛看的呢，我们很习惯的，我们的心就一直在想。那想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分别，就是我们会啊，就是评判说，哎，某一些是很好看，某一些是很讨厌，啊，那我们加以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呢，那这个心啊，就乃至还会再进一步去啊，喜欢的去贪着，然后呢，不喜欢的去排斥，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接着的这一些行为呢，啊，那它可能呢，就是会有造出啊，就是这个伤害性的，或是毁坏我们的清净的这一些的这种啊行为，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等于是从我们的心念呐，会发起来的那个最初啊，就是我们的根，是我们能够看外面，那这个外面被看到的，就是叫做尘啊，或者是境啊，所以叫做根尘相对应的时候呢，那个最初的那个时候去观察我们的这个念头，所以叫做色根，也就是我们的根对外境啊，这个时候就要保持正念心啊，啊，所以修正念心，也就是我们时时都要观察啊，我现在在对外面哦，我们一下子是眼睛看东西啊，啊，那心就在想啊，那哎一下子耳朵又听到声音啊，哎，然后或者是一下子又有一个什么味道我们闻到了，我们心又转了，啊，那后来我们又觉得哎好像很热啊，啊，或者是哎很蛮冷的，那我们心又开始随着我们哪一个根触到什么样的境，啊，它的这种啊外境啊，啊，我们又起种种的这一些的念头啊，那我们就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些操作啊，所以这个呢，都要靠我们当下的正念啊，就是去觉察。所以说要修正念心，然后呢，从我们的见，就是眼根闻啊，它可以说是耳朵听闻也是闻啊，那我们鼻子嗅觉也是闻啊，啊，那总之呢，它是用见闻，然后呢，统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那能够对外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外界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啊，闻得到，或者是我们尝得到、身体触觉得到，所以它这里呢就没有包括。啊，法，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着外面的啊，就是色声香味触，那对我们里面的就是一根所对的对境啊，就是法尘，所以本来应该是色声香味触法啊，那这里是能够啊收摄我们的这个根的时候呢，它还是主要是指着我们对外境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啊，啊，所以它这边只有举这个五个尘，也就是五个对境。可是呢，啊，我们都要能够修正念心来见闻觉知，就是保持啊，我们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外境所起的这些的作用啊，要觉察。所以呢，能够不生放逸，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就是放逸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心性呐，啊，那去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尽量去追逐啊，
啊，那不喜欢的我们就啊嫉妒啦，或者是啊就是去排斥啊，那这个就是放逸。所以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六根，或者是我们的啊对外境的五根，那都是保持正念来收摄的时候，啊，那随时呢让我们的心呢，啊，它就不生放逸了，它就不会随处去啊追逐外境，啊，所以这样子的叫做摄根界，就是第四种的摄根界，啊，那第五种是无作界，啊，那这边讲的就是舍身后世更不作恶，名无作界，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属于啊，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它没有显现出来的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他去受戒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些戒条我们应该是守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受戒呢，它是有作戒，也就是有形的，我们看得到的。那当他在持戒、他受戒的时候呢，他持戒的那个心啊，很切。那他不只是身口意的这个看得到的这个行为啊，那他从他的内心啊更维系的呢，啊，就是很啊，就是很绵密的啊，不间断啊，就是说他不只是外在的这种行为没有去犯嘛，那他的心也都很啊，就是精细的在那里持戒。所以这个部分呢，通常都是跟我们有称作啊，这个我无表业啦，就是我们的业，有的是可以表，也就是显现出来看得到的，那有的是看不到的。那这个业，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啊，就是说一个动作，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啊，那有这些的动作，那是看得到，就是有表业。那无表业呢，就是说啊，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啊，一个手的动作，那这个手的动作里面，其实这个手里面啊，它也包括有地水火风啊，有这些的元素，那乃至啊，就是一个手里面的这些的元素啊，它都在作用，那这个叫做无表业啊。那所以在这里的第五种的戒啊，它就是等于是很维系的关照，就是说，我们除了看得到的这个戒行以外啊，那他的心性，他的整个的身体里面的这些维系的这些成分呐，他都在持戒，啊，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无作业，因为是我们看不到的，可是他内部呢，他还是在啊不间断的在持戒，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乃至舍身后世更不作业，就是说，既然能够修到这样的维系的时候啊，那他这一世舍身啊，那乃至到后世啊，那因为他这样子的一种持续性的时候，哎，他的心性也还是会再保持下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清净的一种精进的啊，不间断的这种持戒的，所以叫做无作业啊，是我们外表看不到，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是整个的啊，从定供戒，啊，从无漏戒，从摄根戒，啊，那都能够啊，非常的紧密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的持戒呢，它是非常维系的，也不是只有讲戒条而已，啊，是整个的这种心都在修行的，啊，修定、修慧，啊，修这个清净的这种啊，不只是外在的。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它是从啊从表面啊借条出的啊，然后在未来越来越啊，就是啊就是内在再啊到根本这样子。好，那我们从五种戒之后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呢，它要强调的啊，就还是说我们在持戒之后呢。那实际上呢，我们发菩提心呐，
的这种持戒呢，它还是要重视我们的一个慈悲心、菩萨心，所以在持戒的同时，还要有积极的这种善行，所以下面紧接着就让我们要能够了解，就是我们发菩提心是要修菩萨戒的，所以说下面的这个文字呢，就马上谈到说，菩萨修戒，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以不共故名善持戒，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修菩萨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还要再行这个利益的菩萨行的行为了，所以说菩萨修戒不与声闻辟支佛共因为声闻的话也就是断烦恼就是断除贪嗔痴烦恼，那得到这样清净就好了可是菩萨的修持戒他要修菩萨戒要行菩萨行的时候不是只有说那我们没有贪嗔痴烦恼，我们的心就保持清净那他在清净里面还要再起作用所以说跟声闻那辟支佛呢，也就是说我们看的这个因缘清楚那不要去触犯那菩萨呢，你说不触犯以后，我们还要看说这个是善因缘，那我们还要再就是发起善因缘，所以也不是只有说那就是依照因缘而就保持这种因缘的清净而不去起作用所以就不一样，所以说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也是他不跟他一样那以不共故，也就是说因为菩萨修戒呢，他是跟声闻称跟辟支佛称，叫做二称因为他是以我们自己本身个人为考量为主了所以菩萨就跟他们不同，所以叫做善持戒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他是要能够以善的利益的考量来做持戒所以在行善的时候，他的基本也就是不作恶，没有伤害行为，可是还要强调有这个积极的这种行善所以叫做善持戒不是只是说我们很会持戒，而是说我们以利益行善为考量这样的精神原则来持戒所以叫做善持戒，所以下面就解释说要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善持戒呢，就是说善持戒故则能利益一切众生，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持戒是以能够行善能够有利益行的这样的原则来持戒所以我们是要能够考量到以利益一切众生这样的原则，所以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子是善持戒的内容那从善持戒的内容呢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下面呢就列了好几项呢，也都是我们能够利益众生或是乃至这一些这种恶行也要远离所以第一项呢，也就是我们要持四无量心戒那这四无量心呢，就是慈悲喜舍所以在这个经论的文字里面呢，就解释第一个慈心戒，要慈心，就是保持我们心的一种爱护众生的这样的心所以叫做救护众生令安乐故，这个是慈心戒就是最主要是要利益众生，所以救护众生要让他能够安乐就是让众生能够欢喜能够
啊，就是有安定的这种啊环境啊来生活了啊，那能够心里免除这一些的贪嗔痴的烦恼啊，所以叫做救护众生令安乐故，是慈心戒。那第二种呢，就是慈悲心戒啊，就是事无量心的第二种。那慈悲心戒忍受诸苦，拔危难故，也就是因为慈是要能够给众生啊安乐，所以说慈能与乐，那悲呢能够拔苦。那这个拔苦啊，基本上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发菩提心呢，也就是要能够让众生呢，他能够离苦，所以就变成说，我们愿意要为众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苦了啊，所以说忍受诸苦，拔危难故了啊。那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呢啊，基本上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呢，恐怕啊，就是要很大的学习啊，就是变成是啊，我们能够啊承受这一些的苦难啊，所以啊，我们要去练习说，我们不是只有求安乐啊，啊，而要能够啊让众生得离苦啊。所以《文明经》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那能够让众生得离苦，那应该是我们也愿意去承担他的苦啊。啊，那这些呢，它是啊要很大的练习啊。啊，那第三个种呢，就是慈喜心戒。啊，所以从慈喜心戒呢，是要欢乐修善，不懈怠故，也就是说，随时都保持一种啊，我们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欢喜的。那当然，啊，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呢，我们都是以能够啊自利利他啊自他两利的这样的考量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的一种。关照啊，这是修喜心戒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先介绍到这里啊，就是从事无量心里面的慈悲喜啊。那这个舍心戒呢，我们就下一个单元再介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
赐狗报恩护主。家住乡下的周先生为人善良，在他眼里，动物是富有情感，也极有灵性，所以他经常救助一些受伤的小动物。老弟，你家的狗快生小狗了吧？是啊，应该这几天就会生产的。小丽，你快要当妈妈了。周大哥，我要出去办事情一下，可是这条狗总是跟着我，正好遇到你，你就帮我照顾一下，我一下子就回来了。好的，那你就去忙吧。哎呀，你们看，那里有条大胖狗。它这么胖，还能跑得动吗？谁知道呢？让我来吓吓它，看它还能不能跑得动。好啊，好啊，吓吓它！打你哦，大胖狗！看我打断你的狗腿！哈哈，大胖狗跑不动啊！哎，你们怎么能追赶这只快要生宝宝的狗呢？啊，这条狗快要生小狗了。是啊，这条狗快要生小狗了。你们这样惊吓它，会伤害到它肚子里的孩子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狗和我们人都是一样的，它们也是疼爱自己的亲人的。你们仔细地想想，如果自己的母亲若是被人恐吓，你们心里能不生气吗？所以你们不要再吓它了好吗？嗯，我知道了，我不会再吓它了。我也不吓它了，等它生完了宝宝，我再来看看他的孩子。我再带食物来给他吃，帮他补补身体的。你们三个真棒的，哈哈哈。几天后，这条母狗生下了四只小狗，邻居感觉这很不吉利，于是便打算把小狗扔进河里淹死。啊，怎么生下了四只小狗啊？是啊，常听老人们说，家里的狗若是生下四只小狗，那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你说这事怎么落到我们家里呢？没关系，我们得想办法破解一下呀。这样吧，一会儿我就把这四只小狗扔到河里淹死，我想这样就应该能破解了吧。嗯，也只能这么办了。就在邻居准备将这四只小狗带到河里淹死时，不料却遇到了周先生。老弟，你手里拿着什么呀？哎，别提了，我家那条狗竟然生下了四只小狗。嘿，瞧四个小家伙多可爱。老弟，你这是要把这些小狗带到哪儿啊？哎，我正准备把这四只小狗丢进河里淹死啊。什么？丢进河里淹死？这是为什么呀？你难道没听老人们说过吗？家里的狗若是只生下四条小狗的话，那可是非常不吉利的。周先生看着这四只可怜的小狗，不忍活泼可爱的它们无辜被害，于是便决定将它们带回家自己饲养着。老弟，我看这样吧，你把这四只小狗送给我好了，我养着它们，这样就算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也会降临到我身上。周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当然不是，你看这几只小狗多么可爱，我实在不忍心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被杀害，你就将它们送给我吧。好吧，周大哥，你的心肠可真善良，你这么善良的人是不会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的。小家伙，我们回家了。这四只小狗在周先生的悉心照顾下渐渐地长大了很多，它们不但勇敢，而且忠于主人。有一天晚上，周先生躺在床上熟睡着，不料一条大蛇却不知从哪里跑到了屋里，来到床边，张口吐舌，
要咬熟睡中的周先生。就在那条大蛇准备扑向周先生时，看四条狗立刻奋不顾身地冲向大蛇，跳到他的身上拼命乱咬。那四条狗和大蛇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大蛇伤重而逃，四条狗终于救护了周先生，没有让他受到一丝伤害。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吵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家里怎么会进来这么一条大蛇呀？这条蛇是你们咬跑的？天哪，多亏了你们呐，否则我今天可就危险了。村里人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一致认为这四条狗非常忠诚勇敢，这也是周先生的善良而得到的福报。周先生，你家的这四条狗可真是忠诚勇敢啊，要不是他们，你昨天晚上可就危险了。是啊，昨晚可真谢谢他们四只的。这么好的狗你送给了周先生，现在是不是后悔了呀？当初我想把他们丢进河里淹死，是周大哥发善心救了他们，他们这是在报恩啊，而周大哥也因为自己的善心而得到了福报啊。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